喂，奥特曼变身器有货了吗？哎，价格无所谓啊，最主要是真货。好，我这就过来。昨天有位方志士关心我的女子，昨天我遇给拿好，这是最新的产品。是真货吗？放心，绝对是真的。要多少？500。我能不能变个身验验货？可以。你这个假粉丝，用假面骑士动作变身奥特曼，看好了，这才是正确的变身方式。